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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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各位大德，今天是开经第二讲，我想我们应该把上一次的一些大意重新再说一下，让大家呢有一个连贯的一个机会。上次我们主要讲到这个经题，经题是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。我们讲这个经的时候啊，它通常有的是以法为题啦，以经为题，以名为题，人名为题，或者以这个喻为题，比喻为题。那这一部经呢，它应该是名、人名、法以及譬喻三者都齐全的。大乘大集是法，地藏呢，地藏菩萨是人名，十轮呢是一个譬喻，比喻这个十业，比喻这十种的方式来转动我们的业。所以等于说人法喻三者为经题，三者为经题。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名字稍微做一个诠释。大，我们知道大乘其实要讲大乘 Mahayana， 大乘、中乘、小乘，这乘是一个交通工具，比方说车子，它是载运我们从一个所在到另外一个所在，从一个处所到另外一个处所。所以呢，这个乘就是交通工具。大乘呢，佛讲这个大乘就是究经了义。中乘小乘呢，就方便让这是中小根器的能够渐渐导入大乘。那么一般来讲，我们说法无大小，乘无差别，都是佛所讲的，没有所谓大小。为什么特别标明大呢？一般来讲，我们说唯心法门才叫做大，顿教圆教才叫做大，密宗的大手印才叫做大。可是像地藏经、十轮经，一般人以为它还是小乘。所以玄奘大师这里特别把它标明是大乘。什么是大？什么是大呢？大指的是心啊，指的是性体啊，指的是这个真如妙觉才叫大。实相是大，为什么唯有心唯有实相唯有法身才叫大？因为它是遍虚空法界，
没有执着的，是平等法，无有高下。一没有执着呢，就偏空虚空法界了，就大无量无边，不可数量，也没有办法去统计一下它有多大。十方三世啊，都无不含容，这叫做大。唯一能够称上大的，就是我们的性体。性体就是心啊，心思啊，一转就是如来藏啊。所以这个叫大，大乘。大集呢，是这一个法会，聚的人啊，是有菩萨身，有声闻身。身就是出家众人的身前的身，菩萨身跟声闻身有多少？不可量计，过数量，没办法统计的，人太多了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包容不下。它在哪里啊？在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伽罗帝耶山。伽罗帝耶山，伽罗帝耶山才能够容得下的。那个地方我们凡夫去不到，除非你有神通了。那个地方啊，是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中间是须弥山，从须弥山向外一直数，有七重金山，八个香水海，七山八海，从须弥山以须弥山为正中心向外一层山一层海，一层山一层海。那这个这个伽罗帝耶山呢，比较接近须弥山，比较接近须弥山的一座金山。所谓的金山是金属的山呢，不是说真的是用金所堆砌而成的山，金属的山，也许是铁山，也许是铜矿山，反正不是真金就对了，没有金。那个地方呢，伽罗帝耶山呢，它不是我们凡夫住的，是仙人住的。那个地方大，才能够容纳没有办法统计数目的声闻众、菩萨众来聚集在一个法会，所以叫大集。凡夫身去不到哦，只有菩萨身跟声闻身能够去到，所以叫大集。地藏王菩萨这一位菩萨，他的功德之所具啊，是我们超乎我们想象的。他所过去已经度，现在已经在度，未来还在度化的众生都成佛了，他还是菩萨。这么大一个愿力，他已经度了很多无量的这个有情众生成佛了，他自己还是菩萨，这是他的愿，他根本不要成佛。大家看《地藏经》，别的经有没有这样？哪一部别的经我们看到有佛的大弟子、阿罗汉来这个法会？有的经有菩萨无数来这个法会，但《地藏经》怎么说？他方佛无数的佛也来这个地藏法会，这些佛哪里来的？他们是地藏王菩萨度化的，他们成佛了，地藏王菩萨还在度众生，所以这样的一位菩萨，所以他有
特殊的一个能力，它的力量很大。力量从哪里产生的？要跟各位说明白，力量不是说这个腕力很大，我可以把你拉倒，不是那个力。这个力量是功德所堆积出来的力量，不是一般的力量。功德越大，这个力量就越大。那地藏王菩萨是无数劫以来在什么地方说法啊？这个有的人在说啊，地藏王菩萨的净土，地藏王菩萨说法的地方是切罗地耶山呐、啊，唔丢。你看这个经一打开，佛在切罗地耶山说法，讲完了一部经，这部经叫《月藏经》，地藏王菩萨来随喜了，南方永花云出来了。南方世界永花云，花云花雨啊都出现了，所以地藏王菩萨是在切罗地耶山的南方出现了。刀立天宫呢，他也从南方出现了，所以切罗地耶山不是地藏王菩萨的家。地藏王菩萨的家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度众生？他在没有佛的地方，佛前佛后，哪里没有佛，他就在哪里度众生，哪里是地狱，他就到哪里去，哪里有苦难，他就往那里跑。这是地藏王菩萨他的愿力，没有第二位菩萨这么做。菩萨都是慈悲的，没有一位菩萨不慈悲，每一位菩萨都很慈悲啊，大慈大悲。但是地藏王菩萨特别发的这个愿是，没有佛的地方我就去，有地狱的地方我就去。所以无数劫以前到现在，中间经过很多的末法时代哦，一位佛出世，这位佛的正法，这位佛的相法，这位佛的末法过去了，那么跟着就是空窗期，没有佛的时代，地藏王菩萨在度众生。然后又等到第二位佛出世了，那佛又度众生了，又正法相法末法，经过无数的这个循环呢，佛度这地藏王菩萨都在没有佛的时候出现，是他的愿力，是特别的要标明。那么这位菩萨呢，地表示心地，地呢它是有一种寓意的，我们的心地怎么样呢？它第一个能够承载，它能够容纳一切，好的坏的，清净的，染污的，它不加分别哦，通通给你承起来，通通给你容纳。地呢，生长啊，也就是说啊，地藏王菩萨能够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，是真的。地藏王菩萨，你有什么愿都可以向他求。第二个，生长意嘛，大地就是这样，你要什么吃的穿的用的都向大地拿，有没有要付钱呢？念呢？不用。就像一个母亲一样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
第三个，哎，我是看这部经才发现有趣哦。地藏王菩萨一来了，来了这个法会，佛讲大乘大集月藏经之后，地藏王菩萨不是来说法的，他来随喜啊。哎，地藏王菩萨一来，有两件事情发生了。第一件事情，哇，有很奇怪奇妙的境界，天下雨，这个雨不是水呀，它下的雨是香，它下的雨是花，它下的雨是珍宝，它下的雨是衣服，这种雨哦，奇妙意境，香花宝饰衣服，大家都觉得很讶异啊，每个人的身上啊都穿好了那个天上下来的宝衣啊，那衣服自然的套在身上了，你心里随心所欲，你的心想，哎，这个好看，它穿到你身上来了，大小尺寸不用量，穿了刚刚好，我胖一点它就刚刚胖一点，你瘦一点它就刚刚和你瘦子刚刚好，你喜欢哪一件它就哪一件穿在你身上，每个人的手上啊，两只手都拿着如意珠，大家知道地藏王菩萨的两只手啊，一个拿着金锡，一个拿着明珠，这个珠叫如意珠。什么叫做如意呢？你的所愿，你的所求，这个珠都满足你。现在没这种东西啊，这意会不可言传，这意思就是你相信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马上送给你这颗明珠，这个明珠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求，不是地藏王菩萨手上才有，每个在会的人都有，两只手都拿着，这是第一个很妙的，你要什么，这个明珠里面出现很多宝物，你要的都在里面出来了，这明珠它也下雨，它也跑出来很多宝物，都是你心里想的，那个宝珠又出来了。那这个明珠啊，它放光，光芒一照到哪里，全整个十方世界的佛土出现了，每一个佛土都有一尊佛在那边说法，有很多的菩萨围绕着那尊佛听佛说法，而且啊，我们不是说在这个地藏法会，地藏王菩萨还没来，下的雨是香是花是宝石是这个衣服吗？这些香花珍宝衣服都说法呀，都说法，哪有这回事？哎，你相信阿弥陀经吧，阿弥陀经不是一样吗？阿弥陀经里面讲鸟也说法，树也说法，树上的罗网也说法，水也说法，地藏王菩萨的功德也很大呀，他只是不愿意成佛，他的愿力就不愿意成佛，要度众生，所以他的这功德跟佛是一样的，所以他还没来呀，先声夺人啊，地藏王菩萨人还没到哎，就那么样殊胜的状况，这境界出现了。
天雨宝花宝雨，香花香雨，衣服云衣服雨都有。在这个境况之下，地藏王菩萨先声夺人啊，不单只是这一个十轮经的法会啊，地藏经也是这么说啊，记得吧？地藏经，地藏王菩萨还没来就先声夺人，这表示这个菩萨的威力啊，表示这个菩萨的功德力啊，不同凡响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，地藏王菩萨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又有一个现象。这个现象是怎么样呢？这在座的这听众啊，耳塞叮当了，手也不能动了，脚也不能动了，头也不能动了，每个人变成木头人。这也是一种气势啊，这也是地藏王菩萨的一种威力啊。他们也不用害怕，这一下子让他们耳塞叮当，哎，跟着下来就好了。我们就想想看，这是什么力量？好像有一点是这地心吸引力加强了，让大家都不可以动了。地藏嘛，藏是如来藏，藏就是含藏一切，心能够含藏一切，地能够包容一切，所以地藏简单的来讲就是心。所以地藏王菩萨的法门就是心地法门，就是究竟法门，这所以是大乘。十轮呢，我们凡夫有十轮啊，身口意三业，十种业，身三口四意三。佛呢有十智，十智有十力，所以在这个十轮经里面，它分为八品十卷，一共啊，这部经啊分为八品，品数不多啊。那前面的续分叫续品，后面的流通分叫做足累流通品。大家记得《地藏经》里面有一个足累品哦，那《十轮经》最后也有一个足累品啊，叫足累流通品。《地藏经》里面的足累品，佛请谁来流通啊？虚空藏菩萨。十轮经佛请谁来流通啊？虚空藏菩萨。虚空藏菩萨他住在哪里？住在虚空的。所谓虚空啊，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空，是表示这位菩萨已经证得空性，圆融无碍。这个空啊，常常被人家误会，你会说一空就一空白空，一了白了，这种很危险。在印度话梵文来讲，这个空字它包含不同的意义，它也包含极灭，也包含极末，极呀，不是说空哦，空的什么都没了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叫断灭、断见，也是外道的一种。佛不这么说，若欲入断见不行。
佛教讲这个空，是说一切缘起法的体性是空的，是无常的。这样子要你证得这个实相，证得这个离体，证得你的真如妙觉，是这样的意思，而不是说一空百了，那是堕入顽空断见。佛不是这么讲的。那么除了续品跟逐累品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叫做有依品，还有一个无依品。这有依跟无依呢，两个占了六品，还有一个十轮。十轮品呢，就是用佛的十轮来对治凡夫业障的十轮，用佛的十轮来对治凡夫的十轮。还有一个叫做善恶业道品，这样子啊。你看续品、逐累品、有依品、无依品、十轮品、善恶业道两品。那么学习十轮经，这是地藏法门。首先我们记得学经就是要用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间要用得来。这部经跟其他的经一样，希望我们呢能够学习到怎么样生活，别再造业了，别再做错事了，别在生死道上轮回了，要回头。每部经都这么讲，当然地藏法门特别是强调这个事。怎么样来达到目的呢？就是要以佛的实质转化我们的这实业啊，身口意佛的实质实力就是我们的对照。所以在十轮品里面，这一品讲的最长，就是教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佛的实质来转化我们的实业。那么这一部经说法的主是谁呢？是地藏王菩萨了。地藏王菩萨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藏王菩萨三经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、旃檎善恶业报经，然后到我们讲这个地藏十轮经，这部最大，时间需要的比较长，都是讲地藏王菩萨教我们怎么修。那这三部经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地藏菩萨本愿经教我们的是说要照地藏王菩萨的像照相，要拜忏，要念诵地藏王菩萨的圣号，这样修就好了。地藏经供养地藏王菩萨，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经。至于旃檎善恶业报经呢，它也是前面叫我们拜忏，后面你拜忏拜到一定的程度，把业障消了，智慧增长了，这个时候你再来修。修什么？修定修慧，这是旃檎经讲的。那旃檎经最重要就是拜忏，拜旃檎忏咯，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拜咯。那拜忏是修行的第一步，拜忏算不算修行？还不能真正算修行啊。拜忏主要是把你修行路上的石头给先搬走，
我们修不好，主要是我们的路上不通，通在修行的路上面走不通，前面有石头，满满的荆棘石头要搬开，怎么搬呢？拜忏，消业障，业障就是我们的石头，一个一个搬开，搬开之后你再要修念佛法门也好，修禅定也好，啊，修止观也好，拢会使，甚至于可以问地藏王菩萨，我修哪个比较好啊？地藏王菩萨会告诉你说，你前世啊修什么，现在呢跟这个法门比较有缘，比较容易契入，那你就听地藏王菩萨的吧。那至于十轮经教我们什么，十轮经也讲修行，一开始就教你修什么方法，修止观呢，跟那个天台中讲的六妙门一样，六个字，好，六个字，一数，二随，三止，四观，五环，六境。它只有一个字跟这个智者大师有一点不一样，有第五个，它叫转，转就是环呢，一样的意思。智者大师不是写那个六妙门，小止观六妙门，十轮经第一个就讲这个六妙门，教你怎么样观呼吸，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转六境，我们讲五环六境，它是五转六境。所以拜忏有没有用啊？如果你没有拜忏，你就来修这个止观的话，一修就乱，一修心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定不下来。拜忏呢，拜到障碍消失，智慧增长，你自然知道怎么样去定，自然怎么知道怎么样去修，自然怎么知道呢？这个能够啊得到这个定。所以要把心清净了，业障消了，智慧长了，就自然知道怎么样修，现在是不知道怎么修，你要修的话定不了。所以地藏王菩萨首先教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修行修定，你说它简单一点都不容易啊！你要真正能修到这六个字，数随止观环定环境，你真正达到这六个字的话，那已经很不容易了，非常不容易了啊！好，这个呢是我们讲到这个十轮经跟地藏经、旃檎经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。十轮，轮为什么叫轮？轮子它有转动的意思，我们都在生死轮回中间流转不息，那我们的有了这个身体呢，就开始造业，这业呢都包括在身口意中间，所谓身三口四意三，
不要小看这一个东西。这个牲口一三夜啊，它能够把你带到地狱恶鬼畜生道，它也可以让你成佛，成就你的毗卢遮那，证得实相，证得无上菩提，就是这牲口一三夜。那这个轮呢，一方面它是转动的，那请大家再看看这个轮子，它有个轴心，轮子有个轴的心，当轮子转动的时候，那个心是不动的，但是这个轴呢，它在滚动，一圈又一圈，循环不息，生生世世，生生世世，一生又一生，一生又一生，这叫轮。牲口一三夜呢，也是不停的，而且啊，恶业招感恶业，善业招感善业，所以恶也是不停，善也会不停。你怎么样由恶转到善呢？当然要用方法，当然要用力量，当然要精进勇猛。但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善还是不究竟，你要达到佛的那个境界，实质实力才是究竟，才能够究竟啊。怎么样做呢？时轮君会教我们时时刻刻把佛的实质跟我们的身口意实业来比较，来对照，佛会怎么样做，佛的这个智力是怎么样啊。这是我们讲到的轮呢，善轮恶轮啊，以及佛的智慧呢，就实力实质到这个境界。好，那么我们跟着下来呢，再把这一个经文呢稍微做一个解释，请大家看这个序品第一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是婆伽梵在伽罗帝耶山诸牟尼仙所依止处，与大毗荼众聚，为过数量大声闻声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众为过数量大菩萨声，说月藏仪。先到这里啊。如是我闻，大家知道每一部经都是开经的时候第一句都是如是我闻，这是由于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前阿难请示的四个问题之一。就是说佛灭度以后，佛曾经讲过的经要结集，什么摆在经首能够证明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，不是道听途说，释迦牟尼佛说就用这个六成就。六成就中间呢，你看如是是叫信成就，你相信就如是，不相信就不如是，不如是。我闻呢是闻成就，这个我指的是阿难，阿难尊者亲耳听闻，一时因为佛说法有时在天宫，有时在龙宫，有时在人间，时间都不一样啊，
现在我们美国跟欧洲、台湾的时间就不一样，所以没办法标一个时间。这个一时呢，简单说是说听究竟之时，因为佛是说法主啊，他讲法讲的没有人比他更透彻、更究竟。听众有的时候甚至有佛、有菩萨、有声闻、大阿罗汉，听法听得也很究竟。所以虽然不标明时间，它的意思是指说听究竟之时，时成就。第一个如是是性成就，我闻是闻成就，一时是时成就。第四个叫主成就，谁说的呀？薄伽梵。大家知道佛有十个德号，薄伽梵翻成中文，简单的说就是世尊，世界上最尊贵的那一位。在哪里啊？就处成就，主成就是薄伽梵，就佛世尊。在哪个处所啊？叫处成就是什么呢？是在切罗地耶山。切罗地耶山就是七金山八香水海之一个山，比较接近须弥山的一个，也叫做罗林山。所以处所是切罗地耶山，这个地方是介于欲界跟色界之间的。那跟谁在一起啊？诸牟尼仙所依止处，还是处所，这里还是指处所。这个切罗地耶山是诸是很多的，牟尼是什么意思啊？寂寞，寂灭的寂，默呢是默然的默，寂寞就是很清净的，修清净行的仙人住在那里，所依止处就是他所依住处。这些清净的仙人就是在切罗地耶山修清净行，与大比丘众聚。除了这个牟尼仙人之外呢，还有大比丘呢，是大比丘的另外一种翻译。比丘就是出家的男众，比丘尼就是出家的女众，或者是大比丘的大，因为都是很多都是罗汉呢。比丘就是比丘，比丘尼呢就是女众的比丘尼。比丘也是起誓的意思哦，起誓，因为善其法于诸佛，下其实于众生。大家说啊，出家人不工作的，受供养的，那出家人呢，他这个乞食乞讨的，就赏一口饭吃吧，给点吃的。所以过去啊，佛的时代，佛带着他的大弟子，比方说在般若会上1255位，佛就带着他们走6公里的路，从这个奇陀金色到这个舍卫国去干嘛？不是乞钱哦，乞食。那个时候他们也不要钱，你给他吃就好了，乞食。一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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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乞七家，你七家都不给他吃，他就饿肚子，就饿一天。
你第一家吃饱了，他就觉不到第二家吃。这佛的起食是这样子的，最多只可以起七家。大家有没有看过《楞严经》？《楞严经》一开始就这么说：阿难，他因为有一次没有跟佛一起去受供，波斯匿王请佛斋僧，阿难远游未归。佛的侍者，他跑外面去了，远游未归。佛跟其他的弟子都到王宫去受供了，阿难怎么办？只好起食。他起食啊，他心里还起心动念呢。我不要学须菩提尊者。须菩提尊者是怎么样呢？他专门去起那个有钱人、富人的食。他说啊，这些富人呢、啊，过去生都种过善根的，今生也要让他们培福啊，不然这个福报一尽了，就没了。给他们一个机会去知福田。所以须菩提就专门去有钱人家去乞食，让这些富人呢有机会会能够知福田。另外一位呢，也是佛的大弟子迦叶尊者，跟须菩提是相反的，专门去那个最穷的人那边乞。有点像谁呀、啊？你们有没有想到像谁？德雷莎修女啦，德雷莎修女，她的愿力就是要帮助那个穷苦人中间的最穷困者。迦叶尊者也是这样，他专门去起那个穷人的食。穷人大概自己也吃不饱了，还拿一份给他吃啊？为什么？他们穷成这个样子了，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，让他们有个机会能够翻身呢、啊。广东人说“咸鱼翻身”啊，没钱变有钱。所以迦叶尊者呢，专门起那个没钱的人的食。阿难说：“我也不要学须菩提，我也不要学迦叶尊者，我要学佛啊，心行等持。”意思是什么？不要起分别，有钱马赫，没钱玛雅赫，就一样，我不起分别，我都不起分别。看到谁我就向谁起，你就有这个机会去给那个尊者一份食，你就种到福田了。所以他要学佛，这样就不小心呢，就一起就起到摩登伽女的家去了嘛。这是那个楞严经的开始了。我这里讲的呢是佛不论在哪里，他都不假手于人，起时也带着1255位弟子走过6公里的路。起时的时候呢，也没有说：“哎，侍者，你帮我去起，师父在这儿等你。”不是，他自己跟弟子一样，一家一家起，起了七家，一起再怎么样，赤着脚。又走6公里回去，这是佛陀的了不起的地方。学佛就学这儿，不是说单单学他的法，也要学他的身教，这才是伟大啊！好，我们下一堂呢再继续讲，请大家回向：闻法功德殊胜行，闻法功德殊胜行。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
普愿成溺诸有情，普愿成溺诸有情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